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要过嚟好奇怪嘅，唔系佢冇血字祈祷噶嘛，得唔得？所以一次咧，呢一个位咧，嗱咩叫做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最基本嘅一样嘢，我谂你都可以接受，即系我低处未见低嘅时候咧，最 baseline， 我谂大家都同意一样嘢，就系话起码叫做，起码叫信啦，都唔使信得太清楚，不过起码叫信啦，系嘛？呢个系一个好 baseline 嘅 baseline 话一个基督徒，我觉得 OK 嘅呢样嘢。嗱，所以因此咧，我点解话我唔能够唔知佢叫唔基督徒？因为佢系一班话信却信唔到基督徒，即系一班唔信嘅基督徒。唔信嘅基督徒咁咧，基督徒碌死噶啦！唔信又系基督徒，你又唔可以话佢唔系基督徒嘅，得唔得？嗱，所以因此点解佢哋有呢个问题？因为第一样嘢咧，佢唔系外邦人嚟噶，佢系犹太人。喺呢封信写俾十二个支派中嘅人嘅案，即系佢系写俾一班犹太人。犹太人背景有咩问题？系律法嘅背景，因为摩西嘅律法，因为摩西嘅约嘅时候咧，佢哋守好多律法。去到耶穌基督的時代，聖靈重建之後，去到耶穌基督時代的時候，就有一班人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整個社會就很律法主義，很多風氣。律法主義到這個位置，上帝跟他講過說，你們當守安息日，行不行？休息第六，即是禮拜六那天就叫安息日，我們就禮拜日的，他就禮拜六，猶太人。禮拜六安息日的時候，你們守安息日的時候，上帝就說你們什麼工也不可做，行不行？要休息，不准做事。好了，去到耶穌基督時代就被人玩到咁樣啦，玩到你可以入喺你可以喺安息日裏面食花生，但係唔准剝殼，剝殼就係公，所以耶穌基督嘅門徒就被人鬧，點解安息日嘅時候攣嗰啲麥穗嚟食？喂，大佬行過個麥田 feel 嘅時候，你攞到啲麥穗，你梗係攣完先食啦，唔通連殼入？你一係唔好食啊，你要食都要連，你都要搣殼噶嘛。即係你要食花生，你唔可以剝殼。第二，呢個猶太人嘅傳統亦都係話啦，你可以搬凳，但係你唔可以令到四隻腳都離地。嗱，呢張凳，你可以拖，但點都要一隻腳掂到地。嗰隻腳一離開地，嗱，你犯咗安息日。但係你拖又冇問題嘅喎，佢話拖就唔係作工，嗱，你拎起咧就係作工啦。所以你一拖，你一拎起嘅話就係犯咗安息日。第三，安息日的時候咧，唔准吐口水，這個係當時玩到最 ridiculous 嘅一個，唔准吐口水。個理由係咩？吐口水唔係問題，吐口水可能真係好用力啦 ，two 咁樣，可能有啲人做啲卡幾下啫，即係可能做好多功咁啦。咁係吐出嚟有咩問題咧？就係話佢哋個理由就係話，如果你吐出嚟但口水跌咗落地下嘅時候咧，個地下啲沙就變成泥。你 create 咗嚿泥，所以咧呢個就係功，所以你就犯咗安息日。嗱，佢哋玩到咁樣嘅時候，同上帝嘅原意叫你休息唔好作工咧，係差得好遠。搞到耶穌基督喺安息日嘅時候醫人嘅時候咧，啲人就話：哇！你點可以作工啊？醫治得唔得？佢話：你哋班 hypocrite， 你哋啲牛羊跌咗落去井嗰度安息日，你哋都會拉佢上嚟啦，更何況係一個人。宗教玩到某個位嘅時候就係咁樣噶啦，佢搭嚿豬骨，佢又搭多嚿豬骨上嚟，豬骨骨上骨上骨嘅時候咧，就有好多骨飛出嚟，明白？所以呢一班人去到呢一個咁嘅社會嘅時候咧，佢上帝百幾二百條或者係幾百條嘅規律，係咪俾佢幻化成幾千幾萬條？有幾長還幾長？喺一個咁嘅社會裏邊嘅時候，人可唔可以覺得自己行為係全部守得好正？除咗法利賽人，佢生出嚟就已經好小心每一條。一般的人都很難守得到，好了，守不到這些律例 的地方的時候，他們要怎麼做？他們在當時的社會裡面可不可以就是說為了這些這樣的雞毛蒜皮不斷地喊苦喊苦，其實他們喊苦喊苦即是求赦免、去獻祭、贖罪、獻祭和贖罪，有的 有一段時間天天下就慣了，怕了你就開始扮事，所以在社會裡面就要扮是一個好的信啊，扮係一個好嘅猶太人，個個喺社會上面都要扮嘢嘅，所以你扮守到規矩啦，扮好啦，得唔得？扮你守到法啦，扮行到温文啦，跟住我哋基督徒都一樣嘅，扮好多嘢咁啦，扮我哋嘅善人啦，記得唔得？跟住有啲新朋友嚟到時，啊，有新朋友嚟到，唔記得冇事我哋唔得扮歡迎佢添，
哇！歡迎你啊，真係歡迎你嚟到我哋當中，俾大家俾啲掌聲佢，俾啲掌聲佢咁啊！又冇話大家俾錢佢，俾錢佢，我仲仲正啲啊！先即係冇啲咁嘅嘢噶嘛，我哋扮得好開心啊！嗱 ，anyway， 不過扮嘢嘅社會朋友我都係話我唔係驚呢啲嘢，但係你起碼都肯扮下，都冇啊嘛！扮都好嘅，但係佢扮到自己迷失咗，所以因此佢哋覺得。宗教就是咁做噶啦，你要你唔好認真嘅，呢個聖經教我嘅，你唔好認真，最緊要逼真就得噶啦。一切都唔使認真，最緊要逼真。你去獻祭嘅時候獻得逼真，你去歡迎人嘅時候歡迎得逼真，不求認真，只求逼真，係嘛？咁好啦，久而久之一代人一代嘅時候，你喺佢個宗教觀係點啊？你個宗教觀裏邊咧，同我哋今時今日基督教一樣嘅咧？你入到教會裏邊就要開始扮演你一個好信徒。得唔得？禮拜六、禮拜日就好神聖啊！個扮演得嘅，禮拜一至五就哇，不過大家都係咁，所以唔會有人畫啲瘡疤出嚟嘅。第六、禮拜、禮拜六、禮拜日翻去扮到好似好犀利。呢個人性嚟嘅 ，anyway， 分別是我樹果子，亞當夏娃都係會揾啲無花果葉去遮身體。上帝都未出聲嘅時候，我自己卻話自己係赤身露體，咁啊，赤身露體就去遮身體，遮到身體之後又話自己赤身露體，哇，好 complicated 呢樣嘢。佢哋就係咁樣嗱。所以因此，佢哋當佢信耶穌嘅時候咧，因為佢哋猶太人嘅背景好深，所以佢信咗耶穌之後都唔知點樣去信耶穌。你諗下一個人扮喺社會裏邊扮慣嘅人咧，走嚟信耶穌嘅時候會點啊？會點信啊？佢都係扮信嘅啫。但係佢哋有你又唔可以鬧佢哋，因為佢哋真係以為咧，以為扮信就係信咯。所以佢哋以為自己真係信咗，但係佢哋係扮緊信。咁你話扮信話信嘅基督徒，今時今日有冇啊？我想都有啲嘅，啲啦，係嘛？啲咁多嘅，即係跌到啲乜，呢度都有埋嘅。扮信信唔到嘅基督徒，咁你話你算佢係基督徒定係唔係基督徒啊？你話基督徒唔係咯？你話佢唔係基督徒又唔係咯？咁啱雅各書就係俾呢班朋友有呢個背景變成基督徒啦。點解外邦人會有呢個問題啊？十二支派嘅人有咩問題？因為外邦人唔使扮嘅，點解啊？因為當時基督教係唔合法嘅宗教，得唔得？真係好似你信耶穌等於入咗黑社會喎，衰仔有黑社會嗰一隻，所以冇乜需要嘅話咧，其實一般嘅外邦人都出嚟做乜鬼扮啫？唔信你，唔信第二個咯嘛，得唔得？但係猶太人咧就生出嚟就係咁樣。你甩咗呢個脱入基督教嘅時候咧，就係 either 你係猶太教，一係就去基督教，得唔得？因為基督教都係 fulfill 翻阿伯拉罕個 promise 啊嘛，所以佢冇得佢唔同外邦人嘅，所以今時今日基督徒就睇呢本書嘅時候咧，明白當時啲人背景就係咁樣。好啦，好耐落去啦，我啲弟兄們，你們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有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煉就生忍耐，因為當時咧佢哋信咗基督教之後咧，就會有社會裏面的迫迫喺十二支派裏邊。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完全被毫無欠缺。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於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神就必賜給他們。佢呢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扮演？嗱，人生點解會扮演咧？嗱，我想問你一句説話，你記唔記得我哋有一個名人叫做黃霑㗎？霑叔，你記唔記得黃霑嘅一生？你覺得佢係咪才子？但係佢擔住支煙嘅形象，我諗大家都喺心裏邊係嘛？佢喺度填詞、唱歌、爆粗口、講鹹濕笑話嗰啲，我諗大家都會習慣佢個樣。佢係咪有一個樣出嚟咧？佢係咪有一個形象喺大家心裏邊？但係我想問一句説話，佢個形象係咪扮出嚟嘅？好得意喎！你覺得佢個形象唔係扮出嚟，個形象就係佢自己，係嘛？出邊有好多其他啊，比如話黎明啊，劉德華啊，劉德華 OK 啲嘅黎明啊，得唔得？仲有啲姐仔嗰啲星啦、啊。你要知道佢台上同台下嘅時候咧，你知道佢哋個落差好大嘅，扮出嚟嘅。嗱，你諗下，你識咁多個名人，唔扮而又有性格嘅人，同一班名人係扮得好犀利嘅，佢哋個 difference
係喺邊度？已經唔係上帝嘅事，呢個係世界嘅事。佢嘅 difference 喺邊度？你發覺佢哋可以做到唔扮嘅人咧，全部都係一班有思維嘅人，有思想嘅人，得唔得？同埋有一定嘅哲學嘅人。而呢一班好似以為自己好叻咁做埋啲形象出嚟嘅人咧，佢哋都有一個 common factor 啊，就係佢哋其實冇嗰種人嘅智慧喺上面，得唔得？所以其實你呢一個位一睇就知道。雅各不會劈他們說你們是一群扮野人，你們班人要這樣做，因為你缺少一件事叫智慧，你不知道怎樣去將自己發揮，你不知道怎樣去在社會裡面有 influence， 所以你不需要扮，行不行？不需要扮就是說要有實力，其中一個實力就是智慧。但是智慧在哪裡而來的？最直接的一個方法，智慧我可能你面壁三個鐘頭嘔到啲嘢出嚟，如果係嘅話，我諗大家嘔咗好多，明白？智慧從上帝而嚟，上帝俾屬佢嘅人，佢喜歡俾智慧人，但係有幾多人係喜歡接受智慧啊？朋友，你呢句唔係好唔係好點講啊？唔係好虛無縹緲嘅説話嚟，呢句真嘅智慧係好嘢，個個都話好嘢，得唔得？但係原來唔係好多人願意接受智慧嘅，好多人。比如話智慧最簡單嘅一樣溝通得翻嚟，啲人唔中意溝通，想自己諗，明唔明？想自己諗嘅人咧，智慧會唔會降臨喺呢一個人身上？其實唔會，因為好多個智慧都必須要喺溝通同磨合，或者你睇嘢察覺，硬係有啲 input 同 output 嘅嘢咧，你先至 check 到人嘅智慧。更何況係同上帝嘅直接嘅交流，明唔明？人唔交流。要覺得自己很勁的話咧，就係、是、個智慧停止的時間。如果佢已經有了一定的智慧，那一下佢停止咗交流的話咧，咁佢智慧就停咗嗰個位，得唔得？所以其實第一樣嘢，佢哋就係欠缺一樣嘢。雅各都提醒佢哋，人類亦都成功使你們完全全備嘅，毫無欠缺。你們總係有少少智慧，應求那厚賜於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神就必賜給他們。所以咧，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得唔得？我哋成日見到啲人咧，譬如話我哋教啲學生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想教佢嘢，但係就會話：點解你咁蠢㗎？得唔得？呢句好大劑嚟，斥責佢嘅話咧，你嘅智慧就降臨到佢身上。所以唔好，你如果真係想教佢，你想教到佢曉，你先唔好話佢蠢。你唔好信佢蠢添，你唔信佢蠢，你就只不過假設你嗰樣嘢溝通唔到俾佢，挑唔到個思維。你不斷咁相信佢係得嘅，佢得嘅時候咧，你先可以繼續揾方法去同佢溝通得到，你就可以將你嘅知識 transfer 俾佢。呢個就係真真正正有心去教學嘅，否則嗰啲人話係話教你係咁鬧你場嘅時候，其實佢唔係真係有心幫人，佢係想有個方法去成日還蠢嘅。嗱，去到後邊咧，只要憑住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嘅，就希望該你班友仔啦。呢個就係佢哋嘅問題，佢都信唔到噶，又經常有疑惑。覺得自己配唔配得？因為呢啲全部都係猶太人嘅背景，你做得好上帝先錫你。只要憑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裡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只要呢句不是，不要想從主裏那裏得什麼。人生就係咁噶啦。你如果求上帝，你唔信佢而有疑惑，嗱呢啲唔係非信徒裏面有噶，明白？你見到喺波羅書信裏面有嘅，因為啲全部猶太人嘅背景。猶太人背景在律法的世界裏面的時候咧，就有一種很特別的嘢，就係話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嘛。你要攞個 item， 你要想下你同上帝用啲乜嘢去換個 item 翻嚟，你做過啲乜嘢，你做得好唔好？你做得好先值得你去做，得唔得？所以有好多嘢你會疑惑嘅，疑惑啲乜嘢？疑惑我覺得我唔配得到，我會唔會有啲罪喺裏面？所以就算有個人生出嚟盲嘅時候咧，那個門徒耶穌嘅門徒本身都會問。問耶穌究竟是他的罪啊，定係佢父母的罪令到佢生出嚟盲嘅咧？其實呢個説話係好有問題，因為佢生得出嚟盲嘅時候，佢冇理由係因為佢自己的罪啦。除非佢係生出嚟之前就犯咗罪啦，其實呢啲係冇可能嘅嘛，咁大嘅。即係其實佢哋會硬覺得會唔會有啲理由係會唔會有啲理由係我唔配得到嘅？呢啲就係疑惑啦。你求上，如果你求上帝嘅時候，其實講真，我哋。甚至求問的時候，那口氣都是上帝所給的，明白嗎？所以其實你說配不配的話，每個人都不會，但你需要相信
你求上帝就好喜歡俾你嘅時候咧，你就係一個唔疑惑嘅人，得唔得？而所以而家我哋有個 Jesus name 嘅時候咧，雅各就勸佢哋：你唔好再諗自己配唔配，請你唔好疑惑，向上帝祈求。基督應許咗俾你，得唔得？但調翻轉反過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你就知道當時啲人係信唔到，係信唔到佢先叫佢咁做。你這樣不如從主那裏得神安，心懷義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面都是沒有靈見的，一時一樣嘅。一時一樣求卻唔求嘅，明白？都係信卻唔信嘅，一切嘅嘢其實到最後都係冇定見，乜嘢都冇，徒勞無功嘅。He 嗱英文就係 He is a double-minded man, unstable in all he does。Okay? 佢係做一切嘢都係唔 stable。卑微的弟兄要升高，就當喜樂；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太陽出來，熱風掛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也沒有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的。嗱，雅各第二樣嘢要 handle 佢哋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嘅當時嘅社會做出嚟，因為佢扮嘢啊嘛。喺一個扮嘢嘅社會裏面咧，你好似今時今日大衛一樣嘅，就要著到成身都係名牌，名牌又自然會追求物質同埋金錢，所以物質同埋金錢咧就係佢。好想追求嘅嘢，而為咗咩都為咗撐大自己。當時猶太人都好出名噶啦，喺錢呢個字嘅話，所以因此咧，佢就話呢啲嘢只不過係 part of your life， 得唔得？呢啲都只不過係會左手嚟右手去嘅嘢嚟嘅啫。你所追求嘅嘢係咪呢啲嘢？呢啲唔係上帝喺個自然規矩裏面會俾你嘅嘢咩？得唔得？你係自然都會得到嘅。點解你會將你成個信同成個生命都擺喺呢裏邊咧？所以無論富足的人是怎樣，都一切都是會過去的。而卑微的弟兄也都會改變，會升高，都是一件喜事。所以一次我都是鼓勵一些窮人，你在基督的福音裏面是得到富足。但是我告訴富足的人，你不要以自己的富足變成穩妥的生活裏面，因為你們都是會過去的。所以十二節裏面就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嗱，好多人就開始利用呢段經文咧，開始講基督徒啦。Okay? 就話俾你聽，呢個冠冕咧就係、是以後來世嘅冠冕，係咪？ Okay? 來世其實你唔使啲乜嘢特別嘅生命嘅冠冕，其實喺今世裏邊，因為你忍受試探就係你信咗耶穌之後所受嘅逼迫。Okay? 你係有福嘅，點解？因為你被人壓落去嘅時候，你好似個浮波咁。佢壓極你都會彈翻上嚟，你壓得越深，你彈得越高。Okay? 因為上帝一定要證實俾你聽，你生命裏邊咧係有佢嘅恩典同埋同在，佢先至可以 fulfill what Christ died for you， 得唔得？係啊 ，what Christ died for you 都係點解 ？Christ died for you 嘅時候，如果你同我哋拍啲佢一次嘅聖餐嘅話咧，你知㗎啦。Okay? What Christ died for us， 佢個邊雙又會得到醫治，得唔得？佢個貧窮又會得到富足。喺呢個哥林多前書講嘅。Okay? 佢嘅他被羞辱，我們就得到榮耀；他被人遺棄，我們就會被上帝接納，行不行？這些一切的東西都是基督 die for us 的。如果你說醫治啊、富足啊，這些是第二天家的問題，我說天家有這個問題嗎？又說富不富足的嗎？我有沒有辦法天家不足呢？天家要醫治，天上都有醫院和醫生，我真的有點呆，行不行？這些告訴你，基督是 die for us 的今生。還有第二件事，你都生了身體的時候，你都不用care for 咩醫治啦，係嘛？醫治不足都係呢個身體同埋今生嘅問題。OK， 所以我唔理啲人講乜嘢，聖經講乜嘢，聖經就係咁講。你點信啦？聰明啲嘅話，你想點信啦 ？OK， 呢啲嘢都唔係為錢嘅，而一切嘅祝福喺你生命裏邊都係為咗上帝話俾你聽，佢係真。OK， 佢係 faithful to what Christ has done for you。OK， 所以因此，我之前都跟大家講過一樣嘢啦，就係話，上帝點祝福我哋，係咪啲200萬出嚟？誒，磅一啲200萬一次，定係佢 bless 一個 skill 可以喺兩年裏面賺200萬，得唔得？上帝喜歡你嘅參與，得唔得？但係調翻轉，佢唔想你用足50年先賺得個200萬，大佬 ，OK， 好少咁樣嘅，得唔得？你一個月100人咧？200萬都唔使20年咁多嘅，所以唔想你哋做到好似冇 blessing 咁樣，但係想你哋參與。咁所以因此上帝最喜歡嘅同人合作嘅 model 係乜嘢？好似阿伯拉罕咁，
好似約瑟咁樣，約瑟被賣去埃及，係嘛？亦都因為呢個方法，到最後真係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誒，佢的確係有好多好多嘅財富。誒，但係上帝賜俾我哋嘅富足咧，係可以讓我哋好開心咁去接受。誒，唔使咁好空虛，淨睇個錢字冇乜意思。誒，人被試探不可説我是被神試探的，因為神不被不能被惡試探。他又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長成，就生出死來。所以因此咧，試探咧，試探temptations， 即係引誘到你跌倒呢、這個方法咧，上帝係唔會做。OK， 上帝係唔會試探人，唔會要你跌倒。上帝會試煉人，去訓練人咧，通常都係用個説話。用個誘導，要你得到一啲教訓，比如話問啊，問佢門徒啊，呢度有五千人，五個餅兩個魚，你話點 handle？ 我個人答唔到，或者答啲好奇怪嘅咁啦。耶穌就 demonstrate 咁憑著信可以解決呢啲問題。OK， 即係有好多嘅嘢，耶穌係 demonstrate 咗上帝點試煉人，但係唔會試探嘅，唔會叫人跌倒嘅，唔會用嘢引誘我哋嘅。OK， 所以引誘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即係當時佢哋扮演嘅就係咁咯。OK， 佢就話。啊！我喺呢件事上面失敗咗，因為上帝試探我，咁得，我下次會努力嘅，咁得 ，fail 咗，咁得，上帝唔會從聖經裏面不嬲都係撒旦試探人嘅，所以佢就話：你哋班扮嘢嘅人，你要信得過上帝，唔好相信上帝係企喺嗰邊。所以朋友，你都係嘅。如果你哋有咩朋友有信耶穌嘅人咧，係有啲咩疾病，唔好相信上帝企喺疾病嗰邊。千祈不要信埋啲咁嘅嘢，因為如果你企咗上，企喺對面嘅時候，咁點解你又要睇醫生去 counter 嘅啫？即係你咁樣同上帝對著幹，咁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得唔得？相信上帝唔喜歡嗰樣嘢，如果唔係，基督變相嚟做乜嘢？第二樣嘢，我哋都唔好好似佢哋嘅人咁樣嘅，我哋都唔好相信一啲叫做貧窮，我哋唔好信啲清貧嘅 concept。基督徒係咪要清貧啊？我話如果你信清貧嘅話，咁你又咁努力賺錢，養屋企啊嘛，養呢個我咁即係你唔要清貧啦。你又要成日叫老細加人工，點解你唔可以 expect 上帝嗰度得到富足咧？相信上帝祝福你老細，因為要祝福你。咁你咪開開心心接受咯。佢係要 fulfill what Christ died for you 都係你。反而翻上係個 faithfulness。如果你冇 glory， 因為其實羅馬書裏面講話，我哋嘅 glory 咧係會令到猶太人都 jealous 嘅。如果你一切嘅都係就係心靈上， OK？ 猶太人係唔會 jealous， 佢眼裏面只有金錢呢個字。OK？ 你點樣 promote 佢 jealous？ 跟住傳多謝你嘅上帝祝福我咁樣去話俾你聽，耶穌先係基督。你信咧？你冇信都唔需要佢。你繼續睇我點樣去啊？點樣去越嚟越有錢，你就越嚟越冇嘅。到你跪低嗰一日咧，調翻轉，我 bless 你，得唔得 ？OK？猶太人就係咁樣去勸佢哋信耶穌嘅，冇辦法嘅。嗱，所以因此咧，唔好信錯，唔好信我哋嘅上帝係要同我哋玩嘢。我哋要信上帝係 is always good like a father to us。記住基督已經為我哋死咗，所以呢樣嘢係鐵證嚟。我哋唔可以信埋啲奇奇怪怪嘅嘢，唔好喺自己幻想裏面搞出呢啲咁嘅，因為從誘惑出私欲咧，私欲出誘惑。私欲就懷了胎，就出現罪；罪一個唔信嘅嘢就出現誘惑啦。諗得多就出現一啲咁奇怪的思維，佢成長就帶俾我生命嘅死亡。人死唔一定喺我哋身體唔再 function 嘅日子裏面。我話今日使徒保羅係咪死嘅？我會講話佢唔係。今日馬丁路德係咪死咗？我話佢唔係，佢精神尚在。精神尚在好奇怪呢樣嘢，精神就係 spirit， 即係佢哋 spirit 尚在。你發覺人生死咧係佢個 spirit 嘅問題。佢可能從身體上面活著，但係個 spirit 可能已經死咗都唔出奇。人嘅死亡唔一定係根據身體而去。所以我哋要活著，我哋 make sure 我嘅 spirit 係活著。所以讓呢樣嘢死嘅時候咧，我哋 spirit 就會停止，我哋唔會再有嗰啲咁嘅思維嘅時候，就喺地上面活著唔知為乜。我親愛弟兄啊，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而來，分清楚乜嘢係從上帝而嚟，乜嘢唔係，得唔得？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上帝的好 goodness， God is good 這個 concept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做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Okay？ 用真道，即是耶穌基督帶出的福音，生了我們出來，因此我們又活著，不再在一班這樣的宗教的行屍走肉的人身上。Okay？ 我們變成一班有靈的人，和上帝可以有溝通的人。Okay？ 就是當時的初熟的果子。但是這一班人呢，當時初熟的果子，其實他們信，但是又信不到，你看我們就知道。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道，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所以你們要脫棄一切的污穢和剩餘的邪惡，全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這個 concept 就是說，我們通常 concept 出來說，你們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道，就告訴你這個做人的規矩，行嗎？其實不是的。這裡告訴你，其實你說這個 topic 是說上帝的道，如果上帝真的開始跟你說一樣東西的時候，或者你不喜歡聽也好，或者一些你不喜歡聽的道理也好，他是說提醒你，請你慢，請你快快地聽幾句先，慢慢地去說，不要很急地用怒氣去 rebuild 了上帝的真理，有你自己那套，遲些先說，答真了先，慢慢道路，如果有些事你是不喜歡聽的話，聽埋先，聽埋先，慢慢先嬲，不用急的。嬲，因為人一嬲得快的時候，就不能夠成就神的義。神的義就很簡單，就是你聽信福音。你一嬲，一塞咗你自己耳仔的時候，你聽不到入去，就自然信不到，就不能夠成就上帝的義。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污穢和成就邪惡的，就是那些扮嘢的宗教觀裏面，你脫去一切的東西，如果你不聽，你怎麼聽到上帝的道呢？全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這個就是我的 topic。 我的 topic 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上帝的道落到來的時候，就好像我之前說上帝不試探人的，但是上帝會跟你講話的時候呢， nicely 地去聽他， okay？ 好好聽，就算聽，就算覺得好令到你很生氣的說話，okay？ 我不是說很悶的說話，okay？ 很悶的說話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但是好嬲嘅説話嘅話，你唔好太嬲，聽埋先，有理由嘅，就能救你們嘅靈魂嘅道。Okay？ 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好強烈嘅宗教背景，如果佢一路唔肯聽耶穌基督嘅道嘅話咧，佢係唔識得會改變自己嘅信，佢一生人就會著喺自己以前所信嗰套嘢裏面。只是你們要行道，不少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就算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真面目。所以你看這一段的時候，你見到他究竟在說什麼，說到這一班人，因為當雅各是這樣說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當時聽的那班人他們的問題是哪裡，反過來他們就是很急的怒氣，很有自己的以前那個見處的思維，就說自己是信耶穌的時候，就一直都聽不到能夠join他們的那裡，行不行？所以他們就以為自己信了，其實他們就真的可能就亂了，行不行？所以可能廿二節的時候咧，只是你們要行動，不是單單的聽道，亦都話咧，因此就成為了你的問題啦。OK？ 點解啊？的確係會有啲咁嘅問題，唔係一個好深嘅嘢嚟嘅。你話啲人話聽道唔行道， okay？ 就攞啲好多 topic 出嚟講，但係雅各唔係講緊呢樣嘢。雅各淨係講話咧，如果你聽一啲嘅道理， okay？ 譬如話我哋有個話我們應該順服掌權者的位置，羅馬書13章那裡，行不行？應該順服掌權者，行不行？其實保羅的解釋有很多，就是一開始就告訴你，他們是上帝所差派的，這些是上帝所ordain的，他會行，他會掌上行善的，他會警惡懲奸，所以你理論上是應該聽他的話的，你是沒有理由不聽他的話的，行不行？你如果怕他們，你就不用怕他們，只要行善就行了，但如果你行惡的話，他把劍不是空空的配的，所以因此你們要聽順服掌權者，不是因為他說不是因為懲罰，更加要因為你的良心，這是保羅所說的。但是如果那些人是不能夠很温柔地去承載地去聽的時候，他習慣了在律法的世代裡面，好像班雅各書的讀者那樣的時候，他只會聽到一句說話，就是叫做順服掌權者咯，律法上帝叫我順服掌權者 full stop， 什麼都不想，
咁好啦，希拉里都信服嘅咁樣，記得毛澤東你冇信服噶啦，佢叫殺你就殺，咁得。但係同保羅所講嘅成個 topic 係完全甩曬啦，冇曬良心，冇曬講乜嘢，亦都冇話呢個係咪真係上帝所差派落去，佢係咪有善？善就報善，佢惡性就報惡，嗰啲鹹文冇講過，跟住仲話問，所以你應該冇問過理應嘅，得唔得？梁振英有一個理應就冇啦，得唔得？所以其實如果人唔去好好咁聽，慢慢咁去聽，温柔去接受一個可以栽在嘅道嘅話咧，人嘅心靈咧係唔會進化，得唔得？我冇啊，原來上帝同我講呢樣嘢係理所當然，我就喺下個 level 裏面咧。見到一個我飲開紅酒嘅，佢哋見到一個人突然間加咗紅酒税嘅時候咧，我唔會嬲佢，我會話佢可能有佢嘅意思，我諗下，咦，原來飲酒唔係咁好，咁順便加埋佢咯咁樣，咁啊，即之類咁嘢就改變咗我自己，我有多一個 level 去諗，我有心靈嘅進化。但係如果我盲從嘅話，我只不過跟，但係我心靈冇進化。所以佢話呢個係可以栽培你嘅道，你要好好咁去聽。所以因此就話，因此你們嘅行道唔係淨係單單聽到嘅時候咧，就係話有啲人聽完之後咧都行唔出嚟，得唔得？老實講啦，今日如果我哋係一啲咁聽到嘅人，我係真心相信耶穌嘅。咁跟住就香港政府搞到烏煙瘴氣嘅時候咧，咁啲人講埋啲佔中唔佔中嘅嘢嘅時候咧，你就會點啊？你就會話。咁我跟隨上帝就要咁做，但係我發覺我真係 can't help myself， 我要行上個戰中嘅時候，你咪就係聽道唔行道咯。呢度就反而係佢個意思，就話俾你聽，你如果淨係聽咗一句 conclusive 嘅嘢嘅話咧，嗰個一句嘅定義嗰句嘢時候咧，你係冇一個今生樂意嘅力量去行出嚟，你係冇辦法去行出嚟，所以因此你班人就會停留喺聽道卻唔會行道嘅境況裏面。所以話你所聽到嘅道，如果你行唔到嘅話咧，就諗清楚你聽嘅時候可能冇聽到全盤嘅嘢，你就冇嗰個理應嘅理據去造成你嘅推動力，去將個道行出嚟，得唔得？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就會發覺你只不過係一個聽單單聽行唔到，你係一路喺度欺哄緊自己。因為聽到不行到，你就像人對鏡子前睇見自己嘅面目，你就一路調翻轉，以為我係一個聽得到卻行到嘅扮嘢咁樣，得唔得？當時真係咁樣嘅，看見走後卻忘了他的樣貌如何？呢啲人多唔多啊？多㗎，有一張相我記得 internet 度睇過㗎，係一班基督徒平安夜嘅時候咧，去咗某個地方報佳音。得唔得？隔離有班露宿者佛仔喺度，得唔得？願你哋平安，哈利路亞！新年快樂啊！平安夜，平安夜咁啊！好 iron， 唔見你去幫佢哋喎，得唔得？你只不過報佳音啫嘛，你呢個咩佳音去俾嗰啲露宿者喺你隔離？好 contra 啊！你張相，但係問題就係信道如果唔行道嘅時候，個理由係乜嘢？就係因為佢冇聽好嘅。自以為咁樣就係佢嘅宗教，呢啲就調翻轉，佢以為佢喺度，我信報佳音，所以我行報佳音啊！佢以為佢自己仲信奉行道添。你後面再睇落去，你就知道後面啲人點解。看見走後卻忘了他的樣貌如何啊？睇完就算啦。佢唯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嘅律法。嗱，呢度寫住哪個？全備使人自由的律法呢，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忘了就聽了就忘，乃是實在的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因此為什麼馬丁路德想燒了這本書呢？因為我們因信稱義，聽了就可以了，聽信福音就可以了，行不行？但其實不是的，保羅也是這樣說，他說如果你聽進去的時候是以信為本的話，你是自然會走出來的。但如果你是以行律法的話，你其實都是會聽的，但你聽的就是那句 conclusive 那句，而你信就是那個應不應該做的規矩，跟著就跟著去，沒有 spirit 的。那個其實就是保羅其實想講的信心和行為的問題。信心其實都有行為，但是信心主導，行為其實都有信的，但是行為和規條性主導。其實這個是保羅想講的東西，但是馬丁路德看的時候，因為他鬼佬的時候他切得好切得好齊邊，
淨係信就冇行為，就完全切曬佢。誒得唔得？即係佢睇咗佢英文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level 嘅時候咧，所以佢真係 derive 咗好多靚嘢出嚟嘅。但係喺嗰個位裏面切得太齊口，唔係保羅想講嘅喎。誒，保羅想講嗰個就係話呢個係信心主導嘅，因講得太 clumsy 無謂啊，我就叫佢做信心。誒，呢個係行為主導嘅成個 package， 太 clumsy 我講叫行為得唔得？行為裏面有信，信裏面有行為啦。呢度亦都係講信嘅行為。你信你點解冇行為啊？得唔得？你冇行為，其實你真係信嘅。唔明聲先話呢樣嘢，所以佢就話：你點會產生一啲淨係行律法嘅？就因為你哋聽嘅時候唔小心，好 confused 咁聽，好急咁去諗嘢，唔去好好咁去思想，或者有好多嘢唔啱自己聽嘅。所以佢嗰啲人就係咁樣啦。就所以因此呢度話二十五節裏面咧有一個叫使人自由的律法，呢個係好攞命嘅。使人自由嘅律法咧，就一定唔係摩西啦。因為耶穌都自己講咗個説話咧，得唔得 ？When the Son set you free, you're free indeed， 得唔得？若兒子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得唔得？就話你係俾摩西嘅律法捆綁嗰啲人咧，係冇自由噶，因為呢個律法會衍生出你嘅罪。所以其實睇到佢後邊雅各書嘅時候，其實佢自己解釋翻乜嘢叫呢個自由嘅律法。呢、這個自由嘅律法咧就唔再係講緊摩西嘅律法，乃係叫耶穌基督所講嘅律法。啊，你要完全律法啊！就到呢個啦，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愛自己，得唔得？將呢個律法用一個愛字咧去包保，去包咗喺裏邊。而當你一講到愛嘅時候咧，你有幾愛叫做好愛啊？有幾唔愛叫做唔夠愛啊？得唔得？你係自由噶，而咩叫自由啊？係傾向到你嘅心，得唔得？所以愛呢個字咧係從心而發嘅時候咧，係傾向你自己嘅自由。所以呢個就叫自由嘅律法。自由律法就係我用愛去代替律法。誒喺後面我又自己解釋翻，而家同你大家講先，你要睇到落去就知噶啦。誒，並嗱，所以因此咧，如果你聽到我係一個察看全備之人，係一個已經全備基督已經為你預備曬愛人嘅能力嗰啲，使人自由嘅律法嘅話咧，你就會如此。你就唔會聽咗就忘記，乃係實際嘅行出嚟。一聽到上帝嘅吩咐，你會行出嚟。就在他所行的事上一定得福，若有着數嘅呢樣嘢嘅，如果你去捐俾窮人，若上帝感動你去捐俾窮人嘅話，得唔得？你可能你就會同上帝做咗一個慈善嘅關係咧，就係你每步捐五蚊，上帝就會先俾你十蚊咁樣，即係入五蚊落袋嘅，即係會有着數嘅。如果上帝 bless through， 係 bless through you 嘅話。一切嘅能力都係咁，無論音樂啊、道裏邊啊、金錢裏邊咧，你發覺如果上帝要 bless someone through 你嘅話咧，你一定會係更加被 bless 先至有能力去 overflow 俾人哋，所以你一定係一個 blessing 嘅成全，一個器皿嚟嘅。嗱、okay? ，所以因此咧，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立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嘅心。只係啲虔誠就是虛假嘅， okay? 所以其實成個雅各書所 handle 嘅嘢咧，都係呢一啲裏表不一嘅虛偽同埋宗教觀念嘅問題。Okay? 以為自己真係放有心嘅， okay? 但係其實佢係有心咧。咩叫不立自己舌頭？即係話呢個人有心係用把嘴嘅，係用條脷用説話有心嘅，得唔得？我哋教會以前係咪成日都有啲咁嘅咩關心小組啊、關懷小組啊、關懷乜乜乜乜？個個就 rap 圍埋一齊咧，就個個都要逼個個分享講啲嘢咁樣，就話啊，為你仲有啲我哋成日都做嘅就係為你祈禱啦，為你祈禱啦呢樣嘢，為你祈禱啦，為你祈禱啦。我哋用把口嚟關心人哋，為人哋祈禱，得唔得 ？OK， 都唔講太多，我諗我哋都做好多節目。OK， 用自己嘅説話以為自己講咗就係虔誠，而用自己嘅説話嚟呃自己嘅心靈。講得多就以為自己真係信咗，呢個人嘅虔誠就係假嘅，因為點解？因為一個真真正正信嘅人係唔使講多兩句，得唔得？唔係一啲好深奧嘅嘢嚟，就係話，如果有個 friend 話不斷喺你身邊嚟講，嗱我信你啊，嗱我信你㗎，嗱我信你㗎，信你㗎，信你㗎，係嘛？你越講其實就代表你唔信佢啫，係嘛？真係信佢，我哋拍佢一個膊頭去咯。一係就唔好信啦，係咁好信你，信你噶，信你噶啦，信你噶啦，好恐怖啊！呢啲嘢，係心用説話，
就證明了他自己裏面是完全是虛的。其實27節，在神，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潔淨沒有污垢的虔誠，這些才是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你真的虔誠嗎？真的從上帝那裡領受嗎？你怎樣分配你的資源？你怎樣分配你的金錢？你怎樣分配你的時間？我有這麼多錢，我分了一塊出來丟掉給教會，那教會我來做什麼？行政行政不行政教會基金，跟著到最後因為自己坐在那個位置享受嘛，行不行？我有奉獻的，所以我在教會裡面有 influence 行不行？哇，為什麼大家心照？孤兒寡婦用照顧有沒有好認真咁即係嗱，呢個孤兒寡婦係當時嘅情景裏面嘅個孤兒寡婦啦。今時今日我哋身邊唔係咁多嘅，你身邊有冇啲朋友需要嘅？你身邊有冇啲朋友你係可以照顧佢？你身邊有冇朋友係值得你花時間喺佢身上？嗱，唔好去嗰啲無底深潭得唔得？即係唔好去嗰啲奇離怪嗰度，係咁將你仆身仆命嗰啲時間俾曬佢。嗰啲我寧願俾翻教佢好過。但係有好多其實係好值得你去幫助，俾佢感受下上帝嘅愛。有些會對上帝的愛有回應的人，讓他們感受一下上帝的愛，時間也好，金錢也好，讓他們感受一下。我記得有一個 我都記得我們的兄弟姊妹在澳洲的阿世，我都很掛住他，經常都會想想他在澳洲working holiday 會不會不夠錢用啊，會不會欠些什麼啊，一個人會不會很辛苦啊， periodically 會不會都想起這些有需要的人去問下，喂，最近點啊？你有冇咩需要啊？俾個 credit card number 嚟啊！我咁我就係要飛過去嗰邊咁樣，即係有即刻 credit 啲錢我。做乜嘢啊？我有杯茶啦，請你有杯茶。冇辦法嘅，即係你會唔會咁樣去？但係我即係點解要咁做咧？你會唔會想佢感受一下你嘅天父偶爾帶俾佢一啲嘅驚喜，讓佢同上帝嘅關係有啲好微妙嘅？的接觸點呢？如果你有這個感動，有些靈感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時間和很多資源你是值得花的。我不是叫你不捐給教會，一口拎出去給人走。但是問題就是，有很多事我們是做得更加值得。譬如說這本聖經380元，是不是值得你去賣給朋友去認識上帝，跟他一起查埋他，是不是？有很多事值得做的，很 sweet 的。你會不會在心靈裏面比上帝同人中間有多啲火花咧？誒，呢度就係患難中嘅孤兒寡婦嘅，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幫助佢哋不沾染喺世俗裏邊。唔好喺世俗思維裏邊諗咩？即係如果我咁樣去俾錢佢，我係咪要佢講十句哈利路亞？有好多人係㗎，我見到喺嗰、那個喺嗰電視劇走嘅時候，我想一巴車落去。記唔記得上一次有啲義工啊，走去同啲老人家去打掃。新年啊嘛，新年前打掃啊，得唔得？即係嗰啲報紙賣曬，嗰啲星期檔我哋乜鬼嘢東張西望咧，嗰啲義工走去同人打掃，打掃到某個位嘅時候，訪問嘅時候，佢就講咗好多説話，就話、我屋企都唔打掃噶。哇！第一，唔得，即係千金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唔幫佢哋打掃喎，佢哋幾年貼職都唔會使噶啦。哇！嗱，呢啲係講乜嘢？係咪？世俗的思維是不是很世俗？ 你原來去做些事是要拿些財的，那我捐給人的時候，捐給窮人的時候，是不是要他去通過樓梯多謝我，就是多謝皇上恩寵，這樣去覺得他很窮，這樣這些是很世俗的思維。我們微笑的上帝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很 artistic 的手法？行不行？我知道你夠有錢的，如果你我想請你一杯咖啡，我沒乜錢，你翻轉，但係150元一杯咖啡都冇乜嘢，你有本聖經仔咧，得閒我哋傾下啦，冇問題。買突然之間買個 iPod， 我哋都試過一次，買個 iPod， 嗰時 iPod 啱出，我哋想個一個姊妹聽一啲 Pastor Prince 嘅 sermon 咧，就乘機係話，送個 iPod 俾你咧，就撈曬 Pastor Prince 嘅 sermon。其實我想聽去聽 sermon 嘅，就送個 iPod 俾佢。即係我覺得呢啲都好有意思，唔係愛嚟表現自己啲乜嘢，淨係希望上帝自己喺我哋生命裏面流行嘅，咁就 OK 啦。第二節
唔係第二章啊，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並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身穿肮脏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個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自己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哪裡，或坐在我腳凳 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所以雅各咁勸，即係佢哋當時有呢個問題，即係佢哋點解會有啲問題，佢一定有個原因嘅，得唔得？佢哋之前嘅慣性係點樣？信咗耶穌之後有冇改變？你諗下呢啲係咪信徒嚟嘅？得唔得？但原來唔係好 surprise 喎，呢樣嘢唔係就喺嗰度出過一個 news， 前排出過一個 news， 有一個叫 Pastor Benjamin 嘅人咧，係 US 嘅，係一個 US 嘅。咁佢係一間好大嘅 church， 我記得邊間啦，個 church 嘅新嘅 pastor 嚟。佢哋喺教會請佢翻嚟咧做 senior pastor， 做一個主任牧師。咁佢第一日去講 sermon 嘅時候，就係、佢第一翻工嘅日子，明唔明？即係知道點翻工啊！佢一翻工嘅時候咧，就之前幾日咧就特登唔係好梳洗，令到佢啲鬍鬚趌曬出嚟啊！跟住咧著到好似好黑衣咁，勁黑衣、勁污糟邋遢嘅人。跟住嗰一日朝頭早教堂崇拜嘅時候咧，這個 pastor 就入咗去裏面咧，就扮流浪漢入咗去教會裏面嘅時候咧，就問人攞錢啦，問人俾佢啦，幫下我啦，俾啲 coin 我啦。跟住我話俾個位我坐啊，我可以坐呢度啦，明唔明？跟住啲 usher 做到好西裝，乖乖嘅 usher 我，坐得，我會提你坐嗰度啊，坐嗰度。點解啊？我哋有陣味啊，冇影響人哋啊，明唔明？坐。你又啱啱你又啱啱，冇影響人哋喎。你著成咁嚟教會，你咁樣坐喺呢個頭位嗰度，會好影響眾人㗎。你就咪係嘛？的確㗎喎，你試下佢坐喺呢度啊，你哋都會隔開少少。如果有兩隻烏蠅嘅話，你就仲可能會再隔開少少嘛。人性嚟㗎，係嘛？但係諗下，如果一間教會係可以坐喺佢隔離，成個崇拜開開心心嘅，同佢握下手，大不了一間你可以洗手食飯之前啊嘛，你係可以容忍到嗰啲間教會好唔同，得唔得？好啦，跟住當佢哋説佢話啊，我哋今日有個新嘅 pastor， 介紹你啊，pastor Benjamin， 咁我哋上台啦，跟住佢喺嗰個位嗰度就企身，咁樣行上去上邊，就冇扮嘢啦，咁即行行咗之後就開始講嘢嘅時候，成班人就之前嗰啲問佢攞錢啊，嗰啲叫佢嗰啲阿 Sir 全部低曬頭，已經知道咩事啦。上到去就話：我上嚟做乜嘢嘅咧？你哋呢班人嚟教會做乜嘢嘅咧？你哋今日第一日嚟教會啊？呢個崇拜人喎，你哋嚟呢度崇拜上帝做乜嘢咧？不如今日就翻去好好咁檢討下自己啦。今日就呢度散會。哇！嗰場嘢 round one 就咁樣完咗嘅時候，係好犀利嗱，噱頭嚟嘅啫。因為其實你咁樣咁調翻轉啦，老實講句啊，好似好 drastic， 但係呢啲人啊，人性係唔會改變噶嘛，會有啲咩問題啊？哎呀，翻去祈禱懺悔一完之後，咁咪過多個禮拜乖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翻嚟咯，咪坐翻個位啦，係嘛？再有啲咁嘅嘢出現嘅時候，就小心啲，佢係咪無間道咯？咁咪同佢多啲握下手啊，咁帶多啲紙巾啊咁咯，係嘛？人性唔會改變嘅，點解？因為我哋就係我哋啫喎，除非你係慢慢咁聽到明白咗基督嘅福音嘅。而你不是調翻轉話，因為佢係污糟邋遢，所以我更加顯得到上帝嘅恩典，唔好做啲咁樣。你只需要能夠一視同仁，當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當佢一個 living soul， 當佢一個尋求上帝嘅人，能夠忍耐嘅地方，你盡力去忍耐就已經好 OK 啦。已經好 perfect 嘅，唔需要調翻轉做翻啲 hypocrite， 做 hypocrite 嗰啲嘢。得唔得？所以因此，佢嗰度就係話：咁你哋信嘅係乜嘢咧？喺呢啲行為裏面就會彰顯曬。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今日我哋嘅教會或者我哋嘅團契
我哋個團體能唔能夠接受吸毒者、飛仔、妓女、同性戀者？哇！嗱，到拉屎我話得唔得？我哋可唔可以俾佢坐喺前邊聽耶穌基督嘅福音啊？我諗我哋呢班得，我諗我哋得唔得？冇問題，我覺得。但係一般教會未必可以咁做，因為佢哋教會啊嘛。我哋應該得，因為我哋唔係教會啊嘛，所以冇問題。咁你少我哋可以喺呢度敬拜嘅，冇一定。嗱，即係其實嗱，我哋係少啲壓力，係可以做好啲。所以我哋感謝上帝，我哋需要接觸江湖事。江湖事就留翻俾啲江湖人得㗎啦。因為國語裏面爭好同爭好係一樣嘅。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且承受他們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知不知道咩意思？佢哋可以在信上面富足㗎。但信上富足小心啲喎，佢唔係淨係話心靈上面喎。To be rich in faith, and to inherit the kingdom he promised those who loved him。兩樣嘢。你要容許呢個人窮身窮，但係佢信上面能夠富足之餘咧，佢係可以 inherit 嗰個 kingdom 嘅。其實好簡單啫。咁我哋有人性啊嘛，我哋有人性，咁點定得順一個爛身爛世會臭到七彩嘅朋友坐喺崇拜裏面咧？咁你會點做？講到出去唔係兄弟姊妹應該爭住去請佢食飯，跟住去帶佢去啊！帶他去 SPA 啊，帶他去 SPA 三溫暖啊，你點都好，喂，佢 enjoy 一下，得唔得？跟住咪同買埋啲衫啊，買兩套，一套平時著得唔得？一套你翻教會嗰日著啦，跟住你去鼓勵佢，話其實呢啲上帝祝福其實係可以富有，你都唔想，即係你想翻嚟見上帝，你都想身光頸靚啊，係嘛？有能力嘅朋友咪搞掂佢咯。所以其實可以進一步嘅讓佢哋 inherit kingdom through blessing， 如果可以 through 你嘅話，你嘅 hand is blessed， 係好有意思嘅。做多一步，你想做嘅話可以做多一步，千祈唔好褪嗰一步，零都 OK。OK，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嗱，呢個就係阿雅各串佢哋嘅説話啦，你點解咁睇得好嗰啲大金戒指啊？嗰班唔係平時一路喺社會嗰度抑壓你、揸乾揸淨你嗰班人，你竟然喺教會裏面就俾佢哋好有好頭好頭好面。嗱，呢句係雅各自己用好俗世眼光去串佢嘅，即係唔係話你真係要咁睇佢哋、仇視佢哋得唔得？你唔需要咁樣去睇一啲外表好似好犀利嘅人，你唔需要去睇低一啲外表你唔能夠接受得到嘅人。唔能夠接受的就想想耶穌基督怎麼接受他、你就代耶穌基督去接受他就可以了、你很忍不了的、你去祈求告訴上帝我忍不了、但如果你真的再忍不了的 fine、我不是說 你有什麼不同你就不要虛偽、你真的忍不住的就坐得要坐開就坐開到最後你只不過在人家面前那裡坦白承認就說我真的忍不住那沒辦法、難道一個大臭狐在旁邊真的要一路捏住個鼻一路咁去崇拜咩？係嘛？即係你都可以坐開，如果真係冇辦法去接受你嘅話，盡力唔需要虛偽得唔得？經常記住説要愛人如己啊！你們若全守者至尊的律法，所以呢個就係佢所講嘅自由，叫人自由嘅律法，叫啲至尊嘅律法。英文其實唔係至尊嘅，係 Royal Law found in Scripture， 才是好的。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啊，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因為凡遵守全律法，只要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原來那說不可奸人的，也說不可殺人。你就是不奸人卻殺人，仍然成了犯律法的。即係喺如果一個人要講律法，唔係講呢個我要做乜嘢嘅呢個叫人自由嘅律法，即係恩典裏面要講翻律法嘅話咧，你唔好諗住 keep， 你唔好諗住揀住嚟 keep。OK， 大哥話你要判斷人哋啊嘛，你就搦出嚟自己喺每條上邊都做好曬佢。你犯一條就等於犯曬全部。所以喺羅馬書裏邊，保羅就鬧話：你教人哋唔好犯奸淫，你自己卻犯奸淫。其實佢唔一定犯奸淫，
但佢可能起咗貪念，咁都計埋佢犯埋貪念、奸奸淫同埋殺人都全部計曬啦，得唔得？所以你一係就全守咯 ，pick and choose 嘅話，你呃自己，你係呃上帝，你呃到邊個？兩個都呃唔到嘅，誒，因為你犯成套嘅，誒，你們既然第十二節，你們既然要按私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嘅，所以因此翻翻嚟恩典裏邊啊，唔好喺律法裏邊，誒，喺個人自己裏邊盡力，誒，就該照這律法説話行善，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去審判跨城 ，OK。你我哋就自然會係 merciful， 因為上帝唔計我哋嘅罪，得唔得？誒，我哋唔可以失去咗呢個 mercy， 因為我哋嘅 mercy triumph over judgment。OK， 十四節，我啲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嗱問題呢、這個呢句説話嗰個 key point， 誒嗰個字咧就係個説字 ，OK， 得唔得？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咧 ？OK。有什麼益處 ？But has no good. What's good is it？ 有咩用啊？即有咩用嘅？這信心能救他嗎？呢種嘅信心能救佢嗎？活都活唔出嚟嘅信，根本就唔係信。一種自咁一種話信卻信唔到嘅信係咩嚟？係一種自欺欺人嘅自我安慰。俾自己以為自己信得到，呢種自欺欺人嘅自我安慰就係出於自己噶嘛？你個信心可以救得到佢咩？呢啲虛浮自製嘅嘢。是救不到自己的。若是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說平平安安地去吧，與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吧。是的，問題就是，卻不跟他們身體所需呢，這有什麼益處呢？這有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所以如果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呢，啲人成日 con 呢句出嚟就鬧你，你哋啊，信耶穌嘅人啊，唔翻教會，唔做呢樣，唔做嗰樣，唔做呢樣，唔做佢信心若沒有行為，自然死的咁樣。調翻轉咧，我話如果你係做呢樣做嗰樣做呢樣做嗰樣就係信嘅話，你嘅信你嘅行為就唔代表你，你嘅行為就證實你嘅信心係死的，因為你信嘅係因信稱義，你信所信嘅係白白嘅稱義，不在乎行為。所以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就正正係調翻轉個信心若沒有行為，便是死的。你係依靠自己嘅修練，所以嗰啲係調，所以嗰啲唔係咁樣去講，係話你 proclaim 係乜嘢，你嘴巴所講係乜嘢，得唔得？你嘴巴所講係乜嘢，你有冇做到？呢、這個先至係佢所講嘅信心若沒有行為便是死的。就好似上面呢個例子，呢、這個例子就話係你所講嘅，係你所講所相信佢能夠著得暖穿得著得咪食得飽穿得暖啊嘛。又是赤身露體嘛，又缺日用的飲食嘛，你把嘴卻話俾佢聽，平平安安地去，話與你們穿得暖吃得飽，但你卻冇幫佢穿得暖吃得飽，而佢係 obviously 食唔飽著唔暖喎。你係幫到佢，你冇幫到佢喎。得唔得？所以其實我之前都講過一啲好得意嘅 case， 就係話有啲人同啲妓女，去傳福音，啊，你一定要離開你呢個工作，咁你咪信耶穌咯，我即刻話佢，咁點解你冇變賣你一切嘅嘢分一半俾呢個妓女，等佢唔需要做呢樣嘢咧？你冇咁做，你卻叫人哋離開，你叫人哋離開人哋冇錢賺，你又唔養佢，你唔養佢，你又叫人哋唔好做，我呢啲嘢都死人喎，真係得唔得？你係信徒，佢唔係喎，你應該做嘅嘢係你冇應該做。哦，咁我調翻轉就話，因此佢要繼續去做佢嘅嘢，話係因為你嘅緣故啦，係因為你叫噶嘛，你叫佢離開喎，但你冇讓佢離開喎，信心讓每日行為便是死的啊！用喺呢啲人身上得啦 ，OK？ 所以佢講人所 proclaim 嘅係乜嘢，你所行嘅係乜嘢？所以如果我哋話我哋係因信稱義嘅話，就是、單單嘅信耶穌基督嘅救恩，因為佢嘅緣故得到公義嘅話。你若沒有呢個行為上面嘅因信稱義嘅話咧，你就信心若沒有行為便是死。所以因此，如果你係依靠你嘅修練去不斷咁去嘗試去 cycle 自己話自己好信嘅話咧，係調翻轉信心若沒有行為便是死嘅。即係因為你話咗唔做咁啊，但係做多咗嘅時候，證明你冇唔做呢個行為咯。嗱，係咪真係咁咯？係咪真係咁奇怪？都要講下面，你再睇落嚟就知啦。十八節邊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得唔得？有倚天跳過屠刀咁樣嘅，咁但你將跟住雅各就 challenge 佢啦，
你有呢個有信心冇行為嘅信心，我就有行為俾你睇。OK，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賜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賜給你看。OK， 你發唔發覺？唔係一個有信心冇行為，一個有行為冇信心，唔係呢個係有行為有信心，一個有信心冇行為，得唔得？所以唔係以天見同道理，就話你呢個信心根本係假嘅。我就用我嘅行為話俾你聽，我所信嘅嘢，我就會做呢啲好 natural 嘅嘢。我都係講我信心，即係咧，你嘅信心係假嘅信心，我要話俾你聽一個真嘅信心係點樣，我 demonstrate 俾你睇。OK， 所以其實唔係講緊嗰個行為同信心嘅問題。誒唔係話行為 versus 信心，你唔係阿保羅講嘅 topic， 呢個係完全嘅講緊信心 and 信心，係真信心同假信心，得唔得？佢嘅行為都係一個證實佢嘅信心嘅一樣嘅 evidence 嚟嘅。攞出嚟俾佢睇嘅，所以啲人話傳福音嘅，我傳俾你睇嘅，你睇下佢傳啲咩出嚟嘅。你將你每日佢跟住十九節就話：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魔鬼也信，卻是戰驚，得唔得？點解雅各講到呢個説話？你話你嘅信心係冇行為嘅信心，咁你信心係咩信心啊？哦，我信心就係我信神係真嘅咯，得唔得？咁呢啲我信神係真嘅咯，呼吸就冇行為可講噶啦嘛。你可以信一啲好奇怪嘅嘢啊！雅各即刻 challenge 翻佢：係啊，你信嘅啱，但係你信嘅撒旦都信啦。所以如果基督徒係信上帝存在，就等於信耶穌嘅話，我話咁撒旦都係基督徒咯，咁啲 Muslim 都係基督徒咯，得唔得？佢哋都信上帝存在㗎，都係同一個耶和華上帝添，係嘛？即係你所信嘅係咪真係耶穌基督嘅福音？耶穌基督嘅福音話，基督嘅血赦免我哋嘅罪，佢一切十字架上換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佢俾我哋兒子嘅名分，上帝俾我哋 Holy Spirit。完全同呢啲嘢都冇關係嘅，你信你咁信啲乜嘢得唔得？二十節嘅，所以雅各都話：其實心照啦，呢啲講到呢個位，大家都知咩事？虛浮嘅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信心係死的嗎？我們啲祖宗亞伯拉罕，大家都亞伯拉罕之後，幾可以講呢個説話？我們啲祖宗亞伯拉罕把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為行為稱義嗎？呢句就拿著大保羅啦，得唔得？岂不是行為稱義嗎？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的，並且信心因為行為才得以成全。馬丁路德就喺呢度拉親嘅，得唔得？因為馬丁路德果羅冇話信心唯獨是恩典，恩典就會有行為，否則恩典不是恩典啊嘛。唯獨佢講嗰句説話話唯獨咩？行律法的行為依靠行為。作工的得工價，是應當的，唯獨不作工，唯獨不作工，單靠相信白白稱罪人為義的上帝，這信就是他的義了。即是唯獨你乜嘢都唔做，淨係信呢個稱罪人為義的上帝，你個所呢個信嘅話咧，就係你嘅義啦。咁立著呢位，立到死曬啦。但佢意思唔係，因為雅各最緊一樣嘢，佢曲呢個位嘅時候，其實都同你講緊同一樣嘢，講緊信心嘅。但係個問題就係雅各將呢一個幾差唔多成四五年嘅 situation 喺一點嗰裏邊講。究竟係咩事？因為佢用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你睇得到噶啦。嗱，佢又話佢用呢、這個佢用呢個 example 就係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兒子的以撒獻上祭壇，豈不是因為行為稱義嗎？呢個位咧，其實要聽翻來嗰件事裏邊嘅。嗱，亞伯拉罕稱義係幾時嘅事啊？睇天上邊嘅事嘅星星嘅時候嘛，亞伯拉罕信神，神就稱他為義了啊嘛，係嘛？跟住咩事啊？佢即刻獻咗以撒啦？唔係，跟住神同佢立約啊嘛，將啲 animal 嘅。劈開兩邊火把和香爐行過，約就立在亞伯拉罕身上，上帝就俾佢祝福啊，俾佢子女如海如天上嘅沙。跟住咧，跟住仲有咩事發生啊？講頭咩啊？講頭話亞比米勒啊嘛 ，round two 啊嘛，唔係亞比米勒，因為亞伯拉罕驚上帝唔保守佢啦，即係驚佢太太鬼火咁靚嘅時候咧，亞比米勒就會殺咗佢，跟住就攞咗佢老婆，又同講一個同一個大話，清完之前講嘅，清完之後都講一次，真係好正，好彩都講咗兩次啫。
講第二次的時候就是話，好像是法老喎。第二次是阿比米勒，所以阿比米勒那次就是話，阿比米勒同上帝講嚇，有意的人你都有意的國，你都要滅亡。上帝話係啊，所以我咪阻止你同我犯罪咯。你快啲 respond 翻佢啦，你否則嘅話你同你一家都受咗咒啊，啲包咁樣。跟住上帝就話：這是我的先知，各位啊嘛，係嘛？即係講大話嗰陣時候仲係先知嘅。因為你放心嘅，祈禱使你死你屋企得醫治嘅。嗱，呢個就係第一個聖經裏面醫治嘅 case 嚟嘅。所以因此咧，其實講大話 ing 嘅時候咧，佢都學係先知，同埋佢可以按手醫治嘅時候咧。所以朋友唔好諗住你要攬聖潔之後先至可以按手同人哋祈求醫治，唔使噶。阿伯拉罕都已經係咁，信心之父我哋嘅榜樣嚟，知唔知啊？信心之父我哋榜樣嘅時候就係話。不要介意你是不是一個很聖潔的人，按手就要得醫治，因為基督的緣故，好嗎？給你信心他可以向前走。你 anyway 你跟住過了那一大輪的時候，撒拉又稀少嘛，跟住生鬼了二十萬來做狗，一大輪之後呢，以撒生了出來了，跟住三十多歲之後，哎，是時候了，上帝叫他獻以撒，手起刀落，跟信清義，不是，阿伯拉罕從此就是信心之父的一個人，就是一刀扎啲鍋落去，上帝叫佢住手 ，OK， 翻嚟咁就繼收咗佢個仔以撒。咁呢個就係佢信心之父嘅 demonstration 啦。所以佢稱義同埋個行為稱義嘅話咧，係一個頗漫長嘅時間。第二，稱義先行為定行為先稱義是很明顯的 demonstration。 這第三個是什麼呢？是稱義之後產生出來的行為是信行、okay? 所以記住這個所謂的在這個 case 裡面，因為雅各他 cook 了一個 example 出來的時候，他不是說你行的行為那一刻你稱義的，是這個行為本身是要 perfect 了你所稱的義，行不行？你是因信，因為阿伯拉罕信神，神就稱他為為義嘛。在那一刻他信了上帝，他就因信稱了義，而這個義呢會帶領上帝跟他不離不棄 throughout 他的 fall、throughout 他的罪、不斷都不會捨棄阿伯拉罕。到了某一日的時候呢，他的行為呢就會彰顯到他所信的稱的義，行不行？所以不是我們字面上面因行為稱義，而是稱義之後引申出了這個行為呢，就證明他所稱的義、okay? 所以因此呢，雅各呢有兜底的，他並沒有在講完這句就算，他是講清楚一件事，就是說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平衡，信心一樣行為才得以成全，得以成全這個 concept 的英文 anyway 是 make perfect， 是吧？這個 King James Version make perfect 是吧？即是你要俾眾人知道 make perfect, make known, make completed， 就會用上你的行為，人哋先睇得到嘛，得唔得？真嘅，你因信稱義，因為信咗，你信咗又點會冇行為嘅咧？你行為好自然流露，你自然流露出嘅時候，咪就係你信咗之後嘅果子咯，得唔得？所以因此咧，呢一個就係所謂嘅行為稱義為啦，都係講個信。是一個信的證據，我們因信而稱，而稱而產生這個行為，這個行為見證回這個義，就是這麼簡單、okay? 所以因此不是當時馬丁路德只看到這個字的時候拉了他，他就沒有慢慢的聽快快的路，所以就這裡切到708我時候差點燒鬼了，我們會教我書、okay? 所以第二件事呢，有些人就會很喜歡利用這段經文呢去 con 這個道去做很多事、okay? 看清楚他、okay?所謂的行為稱義，我就算俾你叫行為稱義，呢個係咩行為？呢個係宗教狂熱殺人兇手的行為，明唔明？佢係宗教狂熱分子殺自己個仔獻上俾一個神喎、啊，大佬，呢個係個善行啊！我覺得唔係好善啦、啊，呢樣嘢殺人兇手都唔係一個好善行啊嘛。所以所謂的行為稱義嘅行為咧，並唔係講緊你嘅善行，唔係話你捐幾多錢為教會做幾多嘢做咩好功德，係一個信行。Okay? 因為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善事、okay? 所以不是做善事就叫做、行為稱義，沒有這樣的方式、okay? 是一個信行，你所信的就會產生你的行為，你的行為就會見證你的義、okay? 好了、因此就解釋完了，你即是應驗
这个仍然经常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们为难，其实他都有兜底嘅。他又称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朋友，如果 你唱 I'm a friend of God 嘅时候，你觉得好似好空洞嘅，唔知点解咧？无端唱 friend of God，friend of God 呢首歌嘅意思就系亚伯拉罕咁解，得唔得？而只有亚伯拉罕一个，都唔系大卫添。上帝系称呼佢为我朋友 ，OK？ 上帝自己叫话佢系我个朋友，得唔得？喺地上边一个朋友 ，OK？這個概念，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你仲辣著，邊個仲辣著馬丁路德咯？但我哋睇落去冇問題嘅，點解？因為我哋知道個收信者個問題喺邊度。OK， 我哋一睇到收信者唔係一啲普通嘅信徒嘅時候咧，就唔會話啊，你因信稱義唔夠嘅喎，呢度講咗唔係單因信嘅喎，更要因著行為喎，得唔得？唔係寫俾呢啲人嘅咧，唔係寫俾嗰啲因信稱義。信曬保羅嗰套嘅人，而係信嗰啲扮信嗰啲人，你寫俾啲扮信嘅人，話信佢信唔到嘅人，個 target 係唔同噶，所以因此產生嘅理據亦都係唔同。其實講緊同一樣嘢，所以因此你更加要知道呢啲人收信者係乜嘢問題。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被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是也一樣是行為稱義嗎？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也沒有靈魂是死的。拉合有什麼事啊？收埋佢拉合本身是耶利哥城的一個妓女。耶利哥城就是以色列人要攻打，上帵要佢攻打一個城，所以即係敵人的城邑裏面一個妓女。呢兩個探子入咗去裏邊，以色列的探子入到去窺探嘅時候咧，就俾以色就俾耶利哥裏邊啲人捉啊，一路逃亡，逃亡時候逃到呢個拉合嘅屋企嘅時候咧，呢個女人，呢個妓女咧，就因為佢信上帝，佢信你個上帝嚟到，我哋都玩完噶，就將佢兩個探子收埋，保咗佢哋條命，跟住就同探子講，可唔可以 spare 我同我一家幫你供養耶利哥城嘅時候，探子就答應咗佢哋，拉合一家就冇事啦。從此拉合嘅後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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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後代咧，就產生咗大衛王、所羅門王，嗰度呢度耶穌基督。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一個直系嘅其中一個女人，拉合。所以，但係佢做咗啲乜嘢啊？佢背叛咗自己國家喎，得唔得？但係所以呢個行為係咪一個善行啊？唔係，拉合佢信啊，所以佢做，係講一個信行，所以佢信心就產生行為咯。佢唔會淨係相信耶和華係好勁嘅上帝，耶和華必定會拯救我，耶和華必定會拯救我，自欺欺人咁樣。見到啲屬於耶和華嘅探子俾人哋追殺嘅時候，我就話耶和華必定拯救我，但係你死都冇所謂，咁繼續走啦。唔係，佢救佢哋，得唔得？佢救佢哋，佢信得到耶和華嘅時候咧，個信心就帶俾佢一個好勇敢嘅行為。勇敢到爆炸咗少少，因為佢真係一個小女子嚟嘅。當時就知道了，所以呢都是因為一個信字咧，佢就成為咗咁樣。今日我哋俾佢寫咗幾多章啊？兩章係嘛？都係到呢度喎，係嘛？三四五章，我哋就再睇下喺後邊會講到醫治互相認罪嘅位置，互相認罪嘅位咧，亦都係頭先我講嘅 situation。因為當時啲人有疾病嘅時候咧，佢哋會相信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因為罪嘅緣故。Okay. 對於猶太人來說，罪和病是有掛鈎的，他覺得他們有這個病，因為他們有罪一個證據，所以在一個扮信的世界裡面，就有一些很胡雲的思想出來。就會說我因信稱義，我沒有罪的了，我乾淨的，我沒有罪，我乾淨的。但問題就是我又有病，所以病就是我還有罪的證據了，我又是沒有罪的，但是我還有病喎，那即是我還有罪啦，我還有罪，但是我沒有罪的事，那怎麼辦呢？那些人就要說，那你信吧，你信你會得醫治嘛，但是反過來說，那如果我得醫治的時候，我要沒有罪才得的嘛，行不行？那但是他不能相信自己稱義，行不行？雅各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呢，就告訴你，你們互相認罪，互相代求啦，所以你們就可以信得到你們是乾淨，因為猶太的背景，他雅各破裂了一個宗教的儀式給他們，為了他們，麻煩你們不要阻礙你領受醫治的信的問題，
唔好因為呢啲咁嘅嘢，去唔去接受耶穌基督嘅醫治，得唔得？所以喺後邊咧，就喺嗰一刻裏邊，你哋既然信唔到，就互相認罪，因為起碼你會認罪之後，你哋自己叫做相信得到自己係乾淨。而要你哋嘅信咧，先讓你得到醫治，因為義人嘅祈禱係大有功效。喺亞各喺嗰個位嘅時候咧，就開咗一個墓碑出嚟咧，就因為人嘅軟弱緣故咧，俾佢哋做一個認罪嘅宗教儀式。所以佢可以安撫我哋嘅心靈，幫助呢班信唔到嘅人咧去信。所以佢可以有醫治同埋有生命，可以遲啲慢慢嘅改變嘅喺嗰一刻，明唔明？呢一個好緊張嘅位置，我哋會留翻下一個崇拜，下個禮拜日。2000 years